吃饱了。好，我们现在呢就欢迎我们番薯森林的好朋友出场。我来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中国信托点燃生命之火的戏剧巡演的演出。首先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还有协办单位我们万荣国中以及凤林镇公所，是拍拍手谢谢他们一下。谢谢布拉斯与古达卡小姐你好。接下来为各位介绍是我们范云立委办公室的副主任王德志副主任。好，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我们的紫风车剧团，好，到我们的学校来巡回演出，整个布景啊，哈，都把它好配置的非常的好。那今天呢，我有过来看了一下，然后发现他们的水准真的是非常的高，所以非常期待呢，在这样的一个仲夏夜晚，跟大家欣赏这样子一场精彩的演出。那也希望呢，大家可以享受今晚好非常美妙的一个戏曲。谢谢，谢谢，谢谢校长。古克船长要再跟大朋友小朋友借一下你的双手，喜欢的就是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啊。非奇怪人剧团怎么看着好像很眼熟啊？他们到底是谁呢？谁是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人？哦，不要乱讲话，这什么皮卡丘？这叫做降龙之云。啊，可恶，我们讲谁叫勇，我不要追你了啦。谢谢，也就是舞台上方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优胜者。那么现在呢，我要请大朋友跟小朋友呢双手高举交给我。你看到好，我们一起来暖暖手。好，前后甩一甩，甩一甩，左右晃一晃，接下来双手抓十下，一、一、二、六、九、十，啊！怎么那么快啊？就是这么快，快速暖身嘛！哦、火龙果，加油！火龙果，加油！火龙果，火龙果，火龙果，加油！加油！加油！哇！我先的，这样子哈，没有，都回来了，小朋友，先给自己拍拍手，拍拍手。我的海洋受到了严重的污染。番薯国王，我在这里。国王真的来了，地球只有一个，我们都要好好的爱护它。平常啊，我们就会通过垃圾分类以及垃圾减量这两个小动作来维护我们的环境哦。就让我们一起携手维护我们的家园，好不好？再次掌声谢谢番薯森林的好朋友。我们的演出也因为有大家的参与，演出变得更加有意义。再一次给自己拍拍手，谢谢。那在这边也要感谢主办单位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举办这么好的活动，我们是不是也再一次拍拍手，谢谢他们，谢谢中国信托。好，那待会在离开的时候呢，也要请大家帮我一个忙，把地上的垃圾捡起来丢到。回家的路呢，请大家小心您的脚步。好，我们看前面呢，摄影机在前面。来，我们现在拍照可以脱掉口罩，没关系。来看前面，好，好了吗？一。古拉斯你好，嗨，谢谢。可以采访一分钟吗？今天这个情况，其实主要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尤其是花莲的孩子，在未来都有机会把这样的活动当成日常。我们不希望因为地理的原因、距离的遥远，让很多人跟人、社会的距离、连资源的距离都非常的遥远。所以非常感谢紫风车，还有。
这个民间的团体中国信托可以让偏乡的小朋友可以享受。当然我们更希望在未来可以制度性的政府跟民间有更多的资源的合作，让小朋友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看到这些活动。好，感谢你，谢谢。谢谢大家，回家的时候小心。